哦，你们是第三个。刹车，刹车，刹车，及时刹车。那第三个呢？他就选最后一个啊。他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亮第三个的。哦。Mission complete。要去四号任务了，我先撒泡尿啊！我先来去撒泡尿。还是我放 DC 直播 OK 吧？啊，这条狗嘞！哎呀，啊，不帮我开，开啊，开啊，开啊！不然你以为我在耍白痴是？啊，你就在耍白痴，走啊，走啊！怎么可能是我 ？Good morning, agents. Stopping that train was nothing short of. 他说我是英雄哎。And bonus points for hacking the conversation. 我还在极度想尿尿的时候拯救了你们。He uses to commit his cybercrime.Alistair, this will be your most dangerous dive yet. And Angel, you'll need to make sure he makes it in one piece. Your mission today is to dive into the dark web, evade detection, and neutralize Cypher's main server. Good luck. I'll start playing that 不能登出的游戏了。来 ，IP， 等一下，我把它跑一下动画。IP 哦，191172204152。Digital dive initiated. Reach Cypher server without losing connection with your partner. 数位深潜开始。加过来。我现在。不知道开始捡钥匙。Signal between you two is not ideal. Try repairing it before. 他说这个讯号不是很好，把我抬到讯号好一点的地方。你要什么功能的 ？Ping lot faster mode two。哦有。快点加速。有吧，连线变好了。现在要干嘛？现在要去哪里？伺服器代理伺服器跟资料库。
欸，你要在中间那一个，欸，欸，对，代理伺服器。你看到暴露快一点哦，差点就下交流道了。你看到那红色的东西吗？红色的东西追踪者啊。哦，你要往下。我要往下，不是我就啊，你往下驼下，你驼下。往下，下是那一边哦。哦，哪边呐，啊？往上，往上，往上。哎，哎，哎，过关了吧？快点啦，哪条路？资料库，资料库，资料库，中间这一条，哦，我也看不到你的库啊。哎，欸，你需要网路连线吗？Modulator connector 挂号没有东西。摸，欸，我撞到防火墙了啦，我断线了啦。哦，那你要什么 ？Scan network force。有，还有 modulator connection。modulator， 等一下我找不到你说那什么 modulator 什么 modulator。哎呀呀呀，看到开心。哎，欸，76LACC， 赶快哦，赶快哦，防火墙哦。OK，OK，okay, 39SACC， 39SACC， 好。哎呦，虫虫要来抓我了，哪边呢，啊？他在最上面那一排。23PACC， 23PACC， 啊，有一个在中间那一排，嗯，啊，对，在第三排。开始连线，暗网要到了，欸，去哪？伺服器，伺服器，伺服器。啊！是叫啥？你就继续啊，你就继续啊。那这个，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我先把它撞破再说。1.6GHz 蓝色的在右下角。蓝色的，欸，先用橘色的，啊，橘色的，看不出来，哦，这是你在控是不是？反正你都控到 1.6 就对了。1.6，两个都1.6。1.6，蓝色的你也能动吗？欸，蓝色我动不到，我只抓到那个。蓝色的是我动。我只抓得到橘色。1.4，哎呀！那我这个时候还可以动滑鼠。你的伙伴必须对齐这两个。对齐好不好？啊，是要对齐吗？啊？哎，把右边的二移到三号位。把右边的二移到三号位啊！啊！连线到一个安全的节点。Unlock access。读取节点。我拿到几个？我33个，哎，啊，你几个？啊，你在可怜啊，哦！停，怎么可能？我要大量资料，是什么意思？现在干嘛？不知道，收集资料碎片，好像要捡是不是？哦，哦，捡垃圾，哦。这我阿嬷来都可以捡完的 ，OK 吧 ，OK 吧，咚咚咚咚，
失效，他写失效。什么？没有，应该没事。步骤回到8%了，你有头绪吗？网路密钥，哎、欸，你现在要啥？你现在要啥？我要密钥，我要密钥。哦，按、啊、哪一个？长怎样？他长得很像一个脸、哦，没有表情的脸。2132。错误哎。3838。啊，有了。同时打暗号，在伙伴告知时打信号。一二三 ，Go！ 哎，好、啊，哎呀，什么意思？哦，我懂了，按，对，按了吗？一二三，按，一二三，一二三。好、哦，等一下，我直接喊按嘛。好，没事，我还是自己来吧。哎、欸，快点，哪里？代理伺服器，代理伺服器，代理伺服器。哎、欸，你刚刚是瞎猜啊？啊，没有啊，我就知道自己跑在哪里了。你這個、反正只要跑在那个圈就可以了。哎、欸，3.2。哎、欸，密钥，密钥，一个梯子，还有中间有四个痕。有四个，上下有圈圈吗？肥的还是瘦的？全部都是圈圈，四个，小小的。3838。有嘞。同时是打信号，我喊按你就按哦。啊，没问题，我懂了。啊，把右边的4换到3，把右边的4换到3，不是，把5换到右边的5换到3，哎、欸，把右边的2换到4，把右边的2换到4，同步。哎、欸，你网路连线不好，你要什么？我要 WiFi connector。哎，要去哪里？要去哪里？伺服器。还有 bypass transmission。My， 好、啊、有了。追踪者来了，他在第一行，在第一列。啊，有一个在第二列哦。不怕，其实把右边的5换到2，右边的5换到2，有了换。哎，追踪者在哪？哎，你先往第三排，你先到第三排。啊，你先回第一排，快！等一下，我一定要吃这个。哎，现在很忙哎。5.8，哎，追踪者被追踪者碰到有差吗？我刚看你被碰到，我没被碰到啊。可是我刚刚看到你被碰到了，哪里啊？没有，现在还没写。资料库。嗯，我这个暗网藏得这么深哦。追踪者在第二，他很像 Oco， Oco 3838，39 SACC 啊，赶快哦，393，啊，行了，哎，追踪者在第一排，会不会其实你也看得到？
我看不到啊，赶快啊！还有第二排啊，还有第二排。六一 T A C C， 哎，有一个在第三排啊，快来喽！开门，同时打信号，按。我的怎么还比你准？是啥鬼？受伤，我是告诉你比较好按。我咋那么准啊？到了，到了，暗网到了，读取安全节点。哼，九十九个，真的拿九十九个随便过。哦，两倍，两倍，哦，两倍。哦，两倍，超爽的。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吗？咚咚，安全节点失效哎、欸！什么东西？饿吗？哎呀嘞！喂喂喂喂喂！开路！哦，我刚刚没这个画面，等一下。快开哟！快开哟！你是看得到这个是防火墙了吧？我看到 有哪些是红。左转，先左转吧。这里有一台、欸，回头回头回头、欸、回头啊回头啊，要死了！走走走，是这个吗？目标是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往上这个。是要跳下去吗？哎、欸，下面给我开路哦！下面，下啊，开路哦！我看不到你，你在哪里？另外一个蓝色那里啊，我在你头上啊！你在我头上？没错，隔壁隔壁，对对对，再过来，往右，你要往上吗？往上，往右啊，对，这边，再过来。OK， 又上来了，再过去，有一个三个防火墙的地方吧，应该是这吧。三个防火墙，对，就是这里，就是刚刚那里。我要跳下去了，开路，开路，开路！哇，你在哪里？我下来了！哇哇哇哇哇哇！目标在哪里啊？应该在那黄色方区里。滚！有吧？就是这吗？不是啊，这边有黄色。把方块点掉。把方块点掉。就把你脚下再点掉。对啦。哦。到了，到了，暗网到了，哎呀。我、哦、一个一个来，是不是？端口127，从上到下扫描，全部有颜色的密钥。嗯？什么东西？端口127，127，一。哎呀，什么？网路诊断器，黄色网路诊断器。扫描全部有。网路诊断器，黄色网路诊断器，黄色。我这边是粉红色哎、欸，我这边粉红色是网路诊断器啊。好，我先看一下，现在目标是什么？你扫了一个密钥，是你要扫是不是？还是我要干嘛？设定的时间，
哦，是不是你在处理啊？这该不会是你吧？粉红色，粉红色，如何？粉红啊？你有感觉？你很粉红。我喊的时候你要按。好。好，粉红色，黄色，粉红色。有嘞，有打开一个。哦，打开一个。那个哎、欸，你进错了。来哦，来哦。欸、不是，他妈黄色、绿色，没。哎、欸，你等下，等下，你可不可以换一个？不行，我就要这个，赶快哦！黄色、绿色、黄色。啊。黄色、绿色、黄色。丢啊！哦，这个不能。這個不能进这个，快点要进哪一个？再往下，往左，再往左一点，再左边一点。是你就跟我说几号？左上几号哦？二号，端口二号哦，端口那二号、哦、啊？你273啊、哦哦？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550啊，就是这个，108哦。绿、啊、对，绿粉红蓝，好，啊绿色，啊粉红色，蓝色，有吗？解锁了，哎，你不要一直玩这个，我就要玩这个。你冷静一下。几号啊？几号啊？你现在知道，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哎、欸，你不能出去了吗？出去哪里？哦，不是应该？原来你可以解锁了。哦，能解锁不解锁、哦？真没有，我想玩这个哦。哦，当然不解锁，解锁按钮不按，然后开地板哦。好，开地板。要去哪里？你拿钥匙是？但是先走这边吧。转弯，我要转弯。我被防火墙扫掉了。You've reached Cypher's server. Now go down its layers and neutralize the core. 转弯，走。你要走哪条？走这条回去吧，左转。你要走上面下面？这边啊，都行吧，钥匙区。哎、欸，不行，他从那边来的。好，回，跟他走。啊，你要跟他走？不跟他走怎么过？等他，哎、欸，好，等他、欸我很稳。为什么我有时候没办法点到？哎，你干嘛？怎样？你在干嘛？防火墙啊！你回家，就有防火墙哦。啊，你要往上是？快走啊！往下，走，咚啊！嗨，跨越防火墙，又回来了、欸。到核心嘞、欸，去哪一台玩呢、欸？要玩哪一台、啊欸？不是这个，哎、欸，这个。哎，这个是什么？粉红、蓝、粉红、蓝、粉红、粉红、蓝色、粉红、蓝色、粉红。
买台。哎，不是，不是，不是，哎是，哎，这个，对对对，蓝色，蓝色，绿色，黄色，粉红，哎，掉嘞。哭啊！没事没事，再一次。蓝色、绿色、黄色、粉红、绿色、黄色、绿色、粉红。哎，解锁解锁！原来那个掉到外面去，你也不会死。我根本不知道你的画面是什么东西了。原来那个掉到那边都还来得及哦，那你有很长时间可以按呢。我要清除是吗？哪个元件啊？我有一二三四，四个都在运作。我四个都在运作，我看看。三已停用。那全部都停用 是？四已停用，一停啊。这会要求展开同步行动，需要同时启动。你喊你喊，来一号。啊？嗯？点击清理哦，走。消灭暗网。都是天才骇客、欸、咚咚咚咚，公司的大扫除，再来要去扫地喽。Good morning, agents. You dealt Cypher a heavy blow by neutralizing his main server, but we still can't locate him physically.To solve this, we need access to Cypher's criminal record in Argentina. Sadly,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at country are deadlocked, so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reak into their fede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 course, the evidence room is well secured and located deep below ground. Reach it and retrieve Cypher's personal effects. But first, you'll impersonate a janitor to get in through the front door. Good luck. Good luck.别再死了！有死过。Now that you've hacked into the agency's network, find a way to let your partner in. 不好说。好，进去吧。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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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开始行动。连线。哦。哎。好啊，又是这个。这个是你在哪里找到的？在一个小房间里，那就墙壁上都有东西让我按。哦 ，IP 位置解密。哎，哦，呵呵。OK， 抵达。竟然是会动的，钻进去。好，你要钻进去那个是？不是哦，赶快过去哦！哦，哦哦，对啊，很难哦，你要飞得够快啊！快钻哦，快钻哦！档案已破解，好。你当这个好了，秃头了。你现在开始就是三天哥索拉斯。我是阿北。你是阿北。好，你现在开始就是这个阿北。我看一下扫描器。刚多少？刚刚多少 IP？ 九二九八一五九零二
081。应该可以把扫描器给解掉吧。好，进来。他说我没有这个时段的工作啊。你没有工作，好，我把你发一下。现在8月4号13:23。现在8月4号。好，2038年。给你来一个厉害一点的，好了。感觉应该不是写在这里，看一下，存取点。感觉就在资料库里面。清洁机器人防盗系统，8月4号哦。哎呀，好，你拿这张进去看。OK 吧，阿贝。嗯，有。哎、欸，可疑装置潜在威胁。哎、欸，等下，我被关起来。哎、欸，哎、欸，他侦测到我骇客攻击。哦，他侦测到你是怪咖，你先走过来看看。你走过来。出实话。我觉得他又要发病。略过，我把他略过了。进去。啊。Find a map to help your partner disable the laser and the fan. 进入通风管道。哎、你要关掉他的雷射，你有办法关吗？看一下，通风管道的雷射防盗吧。你在通风管道是不是？啊，通风警道。这我看不太出来是哪里的、欸。这个都是同一区吗？你走到雷射前面看一下。这样，我就在雷射前面。你就在雷射的前面哦。啊。我怎么感觉每个都是一样的？通风警道哦。哎、欸。哦，你在这里、啊哦。雷射系统，你这里有密码。等一下，你先看地图。你的伙伴正在忙。这样，你有传地图吗？他等待地图给你。你看呀、啊，你现在要干嘛？我现在啊，他叫我进通风警道，可是好像、要先关雷射。好，你先往这边走。对，你就往这边走。啊，这里要去那个雷射控制台，走另外那个门，黄色的门。哦，这是机器人在走的、欸，我看一下，机器人。这个门。我好像可以呼叫机器人，等一下。哎，帮我看一下地图。不、哦，这样。这里有个门吗？那个下去不知道是什么。你要不要先去雷射系统？对啊，是往那边走吗？就是啊。他在这个里面。我车卡住了、啊，来探车，这里面啊，啊这没路嘞，我没有办法往上走，你可以把我丢上去吗？今天的密码是3871，387，来收车，把我丢上去。我应该是没办法丢你。那你走啊，那你走啊。好。哎、欸。哦，你不要一直走哦，你不要一直走，它有防盗的。先别动。好。好，三号，走三号。左到右。好，三号。不是。从另外一边啊，你要从这边是不是？没有，好，我就从另外一边，三号一直走，三三三四五，
三三三四。哎、欸，没有没有，这个要走到五。好，然后一直往下走，走三格。一二三。然后走到一。走到一。然后走四格。一二。然后走到五。啊。你数数是不是有问题啊？你数数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明就看着许先生。三格，走三格。好，好，往，哎、欸，走到五，然后往下走三格，然后走到一，往下走两格，然后往右走一格，嗯，往二走一格，然后再走一格，前进一格，前进，前进，前进，好，然后走到四。然后走到底。哦，有有。OK 吧，启动。悬锁工具。哦。你是不是要先把那卡？先处理右边这个吧。滚蛋呐、啊！滚蛋呐、啊！好，走。哎、欸，你右边的先往下拉、哦。我右边的先往下拉。对呀、啊。啊好。好，一路大顺畅啊！一路没那么顺畅。是你右边那个就要先拉、哦。是吗？硬刚失败。放掉，放掉，好，拉前面的，好走，啊，再拉中间的，哦，都不帮，哦，压秒，压烂，哦，到底会不会，就要压秒，哇，你控那个了啦，哦哦哦哦，一次控两个、啊，啊，我一次控两个，好像不行哎、欸，好像要先用右边那个卡着、欸。这个有东西可以扛，好，管他，我先开到这。哦，好，走。好，我知道了，右边那个拉下来啊，右边那个拉下来啊。好，走。哦，尿笨。哎。很难跟你沟通，真的很难跟你沟通。不是，刚刚我们就一直拉的那个，那是你太笨，非常难以沟通的人。哦，哎、欸，这个也算哦，哦，这个也不能碰到哎、欸。哎呦哎、欸。还好啊，还好，我操作强，不用你也能过。哎，赶快啊、哦，赶快啊、哦！一分钟，一分钟，快点哦！先这样，走到另外一个，走到另外一个系统那里。好，稳定系统。到了没？这边很多东西耶。哎，赶快，能源充电器。能源充电器，能源，勾选 U2 法 ，U2 法啊、哦，其他都不要吗？等一下，然后嘞，我这边要干嘛？我不知道，我这边有粒子加速器、速度张量、密度因素、流动方向、压力法、连接器、氧气导管。哦、你先随便给我报一个。好，粒子加速器。粒子加速器，这里就没有粒子加速器，也是哪个？冲击控制。管他、啊，先充电。
哦哦，我好像知道，我是白痴。你是白痴啊？你确实是。哎，关闭爆炸活化剂啊！那什么东西？不是，他现在要加满能源充电器。氧气导管设为中等，氧气导管在你那是不是？对啊。速度张量设为8。哪位？取消勾选 YouTube。啊！开启爆炸活化剂。爆炸！速度张量22，速度张量22。啊！又没有嘞！哎，是不是换我这边啦、啊？赶快啊！你这边有啥、啊？哦，冲击控制变气压是。哦。哦哦哦伤哦我觉得你那边有东西你也不讲哦哦这是大便的、欸、哦、欸、快走啊快走啊时间要到了跳下去不能跳下去了风扇控制哦，该不会要开那个吧？不能过去。哎，我过不去，怎么办？我把机器人开过去看看，说不定要开机器人。是这边吗？我帮你带一下路。机器人坏掉嘞！你用伤点的图。你看起来也是走自己的，是这条吗？你应该有地图吧？我开着这个就不能看地图哦。哎、欸，被关起来嘞、欸！这里被关起来嘞、欸！你那边有什么？我真是什么都没有，我也不能干嘛。什么都没有，我看一下，还是要靠你。雷射停用中，找到了，找到了。啊？维修工具，看维修工具。有维修工具哦，那应该可以帮我开门吧？如何？你有感觉什么东西被打开吗？没有。真假？啊？那我这在干嘛？有了有了，你帮我把这个关掉，转角的关掉。哎、欸，我被侦测到嘞、欸！啊！你现在机器人被抓到了，我在第一格啊，第一格关掉，第一格关掉。你那边可以控制。哦，我哦，你是这个挡，你是移动这个挡挡挡。还要打打来哦，挡过去，一路给他挡过去。我点飘哦，你自己控一下。我就一路往前啊，你能不能快一点？是我点飘，打我。看一下，往，哎、欸，对你现在看这边，往前啊，往前。好，很好，一路大顺畅哎！等一下哦，跳下去吗？这是跳下去吗？红色。好像不是哎、欸，哎、欸，啊，好，至少你从那里开始，等我一下，
哎、欸，我还是我有办法帮你。那路在哪里？你是不是要下去接我啊？接你吗？这个掉下去会坏哎、欸。啊！我被啊！哎、啊，我故意的，我故意。哦，这是大笨，这是大笨，好废啊！丁毅，真的好废啊！你要不一起摔？哦，丁毅真的好废啊！哦，你走太慢。前进！我这台车很难看清楚。到底我的屁股在哪里？好、嗯，你再往前，我是不是就要被侦测到了？我现在有路可以走吗？我下去帮你看一下。我先把它停在这里。哦，哎、欸，你旁边好像有接，你没事。我是不是要跳下去啊？我感觉我应该要跳下去，把这个风扇搞坏才对吧？你需要冲动。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我好像也没别的东西可以用。你那边有需要什么吗？开门之类的。我就只看得到那个装置，然后隔着一片玻璃。这个视野很差、欸，你那个电脑是不是可以动？我的电脑，我电脑就只有刚的维修装置。你先再按一按看。就只有这个移动的这个、啊啊、还有嘞没有嘞好像没东西可以控嗯难道真的要跳下去可是你跳下去不会死啊你看一下有哪边地方可以跳下去的我觉得我怎么看都没有救好吧我就跳这边咯我要跳了哦，还是你要从电脑上？哎、欸，等一下，你现在回去回头一下，你掉在电脑上，不知道会怎样。哦，懂。来，你再往旁边站着一个，然后对你现在看着这个方向啊，对，就是这里，冲冲冲！Nice work, but it made the nice work. 哎、欸，走走走！哎、欸，啊，掉一台车了啊！被发现了，为啥？嗯，安全。稳定面板，我另外一台被抓了，是不是？我车被抓了，哎、欸，去稳定面板哦。去稳定面。哦，这边已经结束。等待伙伴。哎、欸，只有三十秒。没事，我跑很快。那你倒是赶快。有有。启动。氧气导管低。将冲击。将冲击控制改液压式。氧气导管为低啊。B。然后修复超载选择 D。流动往上，流动上，修复超载，选足，按圆形，按圆形，插入红色连接器，不在我这吧？开启旋转粒子加速器，开启，将状态超载设为警告。液态氧化器加3D， 有了。功率发动选择9，密度因子5，还有流动往下。关闭爆炸火，
别动了，下。加两滴。Good job. Now help your partner reach the evidence room at the bottom of the ventilation shaft. 现在滚去通风管。滚去通风管。不用喷枪。哦。走。我现在是要烧他是、欸、我不知道、啊、可是快坏你把自己烧坏了傻鬼 Good job. Now help your partner reach the evidence room at the bottom of the ventilation shaft. 不是你先给我滚下去滚到最底你先给我滚到最底我先贴着他继续往下继续往下先有个盖子挡住我有个盖子啊走啊什么盖子哪里有盖子为维修工作移除盖子那你把它焊掉啊把它焊掉把它焊掉该不是这个吧你哦这个是盖子哦、欸、好滚进、哦、去可以你很烫你很烫不要捡到红色的条 Now help your partner reach the evidence room at the bottom of the ventilation shaft、哦看一下我这边可以控制吗？温度很高，温度很高。没事，继续。那我还可以降温呢、啊。原来这整个是一个门哦。哦。完全看不出来。转一下，转一下。有吗？这是盖子吗？不是，这是要下去。只是我怕我撞到。好，下去了，下去了。撞到也不会死啊。妈，为什么这个绳子这样还可以往右？我怎么感觉我要转一下？我这样让那个盖子关起来，你会被夹死吗？你直接变二零古堡那个欧郎他会有雷射网。你先给我闪过雷射网，你应该自己看得到吧？瞧，你要不要瞧？我不是这个很慢哦。那怎么办？就想办法闪啊。你要闪、啊！你很重啊！你很重啊！我很重，蛇皮蛇尾，自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好，过了， okay, 前进。前面还有，前面好像还有。是吧？前面是一个盖子。好，拉开看。拿修铁条。修铁条，修铁条。你是看得到红的吗？等一下。我看不到红的、欸。原来你是看不到红的、啊，那你修。我看一下哪几条可以修。你的这边都不能修，另外一边哦，去另外一边哦。好，第一条最上面那一条。好，教训他。然后跳两条、嗯。跳一二，好，这条。点的。然后再跳两条。然后再跳两条，这样应该是全部烧断的。
哦，还是他只要不烧到红色的位置就可以了。来烧第二条的，最靠近盖子那一边，最靠近里面的，不是那边，下面。对对对对对，最靠近里面的。好，第三条靠近最外面的。应该用它。第四条烧掉了，第五条最外面的。好，这条最里面的，然后下一条最外面的，很烫，没事啊，烫不死啊，最外面的，然后最里面的 ，OK， 你被烫死了没？有了，哦，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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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突破嘞。有诶，吗？好，进到金库，把钱偷出来。你进去了吗？我掉下来。请寻找他们的智慧型手机。智慧型手机哦，你已经进去了吗？哦，它有很多编号。很多编号，代码，代码，随便给我一个代码看看。B11要四个字的、欸。啊？我看一下地图好了，地图也没有在这里。扫描器，你现在那边有什么？我现在有那种很多展示柜。然后上面有编号，好，上面有编号、哦，好，来随便给我一个看，啊，十七，没有哎、欸，四个字的有没有？四个字的，啊？四个字的，四个字，我这边编号最多到八八，八八哦，对哦。八八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你了。来，你先继续走，你先继续走，原局走，应该跟那里没关系。利用资料库解锁他的智慧型手机，反正你就想办法找到四个字的数字给我就对了。我骇入手机也需要四个数字，那是不是？可以两个凑在一起。哦，解锁零点的智慧型手机啊！展示库里面有什么？有一些枪啊，手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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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十七号，十七号。只有十七号。还有很多其他手机啊。啊，把所有手机都来吧。抽手机来，哈？我感觉怪怪的。要那个、哦，要那个、哦、智慧型手机哦。哦，五号。五号。哦。也不是啊。十七号。哦，然后嘞？二十九号。二十九号。三十号，三十号，哎哎哎，你确定？不是，我这边就只有展示柜的编号，展示柜的编号啊，还有什么？就没了，就只有那个数字而已，然后还有展示柜里面的，你那边没有数字啊？哦，没有没有，数字一定在你那，数字一定在我这，100%在你那、嗯。怎么看我这里都不会有数字。雷射大厅、嗯，我也没数字，我就只有这个编号，很难。
你再研究研究。啊？他这个编号都不是四个字的吗？还是你有让我进入证据资料库的权限？我现在就需要这个代码，我才可以进去了。你需要代码？好，目标网路节点，输入存取代码，应该是你在路上会捡到。好，哦，我好像发现了。哦，你又是大便的，是不是？粘在墙上。9087，九零八七。哦，不是，他藏在墙壁上。哦，你真的是大便。哦，没有，他躲起来了。我看一下智慧型手机犯罪代码，这个是零点的，应该是属于登录影片。你现在还有什么？你现在还有什么？我现在可以进那个资料库了。搜寻证物影片。好。零点。真实姓名未知。3251。Starting with this number, cross-reference information between your database and your partners. 手枪序号。手枪序号。4845500。哎呀。手枪序号。在21号，在21号，哦，哎，我就只能看着这把手枪。啊，上面写什么？我就只能看着这把手枪。你可以看着那个手枪是吧？对吧？就只能看着它。SY326， 那我现在可以干嘛？还是再看一下其他证据资料库？看一下影片分析3251。证据资料库，你还可以进去其他的，是不是？我也不能换啊。他那这里有相机镜头、参考索引、嫌疑犯。嫌疑犯，我这有一个什么犯罪代码、欸？犯罪代码，它叫什么？你现在那些柜子里的东西你都不能拿，是不是？我不能拿。欸，不过我这边可以看到犯罪代码，你那代码是？我可以看到所有的犯罪代码。你那边有啥？你那边有啥？我就相机镜头参考索引跟嫌疑犯。哦，相机镜头参考索引，啊，你参考索引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参考索引、检阅员、日期、犯罪类型。哦，我们是要找到犯罪日期，啊，不然你去把所有手机都拿出来看看。67号、17号、77号、63号、71号、29号、53号，还有46号。啊，那密码是吧？17号密码。17号的密码。啊。这有密码 ，UD023 哦。四个而已哦。密码，这里还有密码。装置密码，那手机要害进去就要密码，还是再看一点影片？你看影片了，你看影片了。UD023。If you're not sure how to proceed with this detective work, don't hesitate. 不用不用，我们很稳。肯定跟刚刚那个手枪有关系啊！不是，你一定要去那个手枪那里再拿一组序号吧？手枪这里的序号就48455500。那这样我就会找到那个手枪啊，
484-5500 吗？他叫我用 TC， 他叫 SY326 啊。SY326 参考索引这边。SY326有欸，犯罪类型是贿赂，贿赂。9月15号，2033年。贿赂。他叫 Cobo。什么 Cobo？ Cobo， 哦 ，Cobo。贿赂。哦。很难找欸，贿赂移民局是不是？他就只写一个贿赂，犯罪类型贿赂。SAF 啊，好像只有这个欸。你说他的名字吗？他这边就写 SAF 欸，应该只有这个。SAF 啊，你 SAF 那边有什么 ？SAF 嫌疑犯吗？我找一下。犯罪代码 SAF。SAF 啊，有了，他叫 PULILIO RAFFO RAFFO 啊，上面 RAFFO。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哎、欸，其实有很多都是很多人的犯罪代码都是 S A F， S A F， 啊，你那边到底有什么？我这边到底有什么？哦，你到底有什么？我现在在看嫌疑人清单啊。哦，然后呢？啊，有序号或索引之类的吧？序号，没有序号。这样，我看一下参考索引。啊啊！不是，一定你那边有缺东西。我这边缺东西了吗？我给你 SAF， 你应该会给我一个序号或者没收物品。哦，没收物品，哦，想要没收物品就讲。哦，哦，你真的哦，哦，真的是一头大便。哦，哦要没收物品还不讲，手机，手枪，还有 True Touch 3手机。在17号柜子啊 ,UD023。UD023 到底是参考索引 ,UD023 啊。哦。UD023。啊，总还是这个贿赂啊，贿赂，对啊、欸，一模一样。S A F 啊，啊，这个犯罪代码他写 S A F 啊。好、哦，出 Touch 三啊，置物柜1791934896，没道理啊。啊、你是不能把它拿出来啊！我要输入装置密码，输入装置密码，对吧？3251，你再把它输入看看。有了， okay、了吧有了。哦哦，就你哦哦，不是这个3251，我从开局就跟你讲了。是这样子吗？从开局我们看影片的时候，我就跟你说3251，然后你跟我说手枪，
我说哦，手枪。有吗？是吗？你不是说21号吗？21号是手枪啊。啊，我跟你说3251，你跟我说21号，我说21号是手枪啊。哦，这个手机哪有？啊、你跟我你就是你跟哎、欸，不行，我觉得怪怪的。啊、我觉得这是大便，这是大便，不可能是我，不可能是我啊！大凯，你应该是没说过。大凯，你有听到吧？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人真的没有救了，这个真的没有救了。哦，走啦，来去那个啊，10点打僵尸喽！加的 Clear Players 大家庭，你这有说过3251吗？那肯定有，不是一开始我就跟你说有一个四个字的密码，你跟我说哦哦，我哪有这样哦哦叫？哦哦哦，我才不要这样哦哦叫嘞！白哦，不可能。哦、oh ，哦，没有，不可能，不可能。我感觉，要么就是两个有问题，不可能只有我有问题。3251，哦，啊，不然你一开始看影片，我跟你说3251。没有，你看影片有说3251吗？哇，我就跟你说有一个手机密码3251，然后后来你好像不知道给我一个什么手枪吧？那我给你一个手枪的代码。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